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程毅。别再执着了，下载优酷国际版 APP 看《沉香如屑》吧，用你们的语言打开《沉香如屑》，和我一起沉浸式追剧吧。银娜，林青，你来了。白日在我的房间，你用了很多笔墨，写了那些美好的词语，是为了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些是我给你做的天灯。近来我看你心绪郁结，要是我对你不管不问的话，未免也太不仗义了吧？我听闻，凡人如果有烦恼的话，他们会把烦恼写在天灯上，然后放出去，这样烦恼就一并消失了。要不要试一试？嗯，来，你写一面，我写一面。既然我已经说了，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写的是什么了吧？好，我写的是，今日你给我送的食盒太难吃了，我一点都不敢动。而且希望你的厨艺能够增长。就这？嗯，真没良心，那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好吧？前尘往事，不知是否应当坦诚告知。也许只有我瞒着你，你才会一直这般快乐。咱们一起把它放飞吧。好，我再去拿别的。你说这些天灯在天上飞着，会经历怎样的旅途，看到怎样的风景，还真是羡慕。想去看看吗？嗯，停步。前方是客栈，再向前定会被凡人察觉。有我在，不会有危险的。若是没玩够的话，我再带你去前面看看。不用了，刚刚天灯已经看得够多的了。本来今日想帮你排解心结，没想到又让你带我看了场天灯。无妨，做主公的，自然要对莲青宠爱有加。银娜，小心点儿。谢了。